看小小林 VS 天下网路擂台赛第五局，各位好，我是小林老师。在前面四轮的比拼当中呢，双方战成了2-2平手，并且没有一位选手呢能够下到二连胜的。哦，这也许是小朋友比赛呢，哦，这个压力有点大，所以呢，哦，如此。那在第五局呢，由上一轮击败我们泽泽五段的易杰四段，哦，这个小女生非常强，对阵我们的佳杰五段。那佳杰呢，老师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她呢目前是5年级，而且她呢是二段的时候加入我们精英班，那时她非常菜啦，菜到不行。但是他只花了1年的时间直接冲到五段，并且在最近他的往期也下到3段，也是不容小觑。所以两位往期3段的选手进行比拼，这个棋呢应该可以说非常精彩。好，那我们可以回到目前的局面，黑棋金刀流易杰 VS 白棋 Echo 佳杰。那在目前的局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白棋占到优势，原因呢就是因为左上的这个二尖高夹腰刀定死呢，啊，这个黑棋不会，所以白棋巨大的，啊，这个实地呢让这个局面产生优势。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白棋也是成功掏掉了黑地，所以走到此时黑棋是相当危险的。但就在这个时候，黑棋打出了惊世妙手，在哪呢？就是这一靠。哇，当时我看到这一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黑棋真的很有天分啊，这个黑棋真的下得很好。这一步棋靠下去，它保留了左上所有的变化来给白棋出难题。好，白棋实战如果呢呆呆的挡住，那这盘棋可能GG。为什么？因为黑棋这一打白棋逃走，这个教师也是命令式，只能黏住。那你可以看到各位，这四颗就怎么样，就被蒸掉了。你会发现这个棋就被蒸死了。哇，那这一顶好强。所以呢那个时候我那时候看到这一顶，我想说哇，佳杰拜托拜托，下对下对，不要去挡。结果佳杰挡在这，哦耶，太棒了，下对了，我就去尿尿。结果尿个尿回来之后呢，佳杰全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个棋退完之后，我认为佳杰是看到了，所以呢我想说实战黑棋从那佳杰应该就是立下。这边呢被黑棋捞掉一点没错，但是我们可以抢到先手去抢其他地方的大场。但实战呢佳杰只下对了一步，他就又挡住了。这一挡住呢不就跟刚刚大同小异吗？黑棋再一打，白棋再一逃，黑棋再一打，白棋再一撵，然后黑棋争执。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尿尿回来之后发现啊，这样子怎么又被蒸掉了。我想说死定了，这盘棋输了。但真的没想到我们佳杰哦，他在教室就是一个非常沉着冷静的个性，所以呢即使这个棋呢被蒸掉，他还是相当冷静，在这么困难的局面当中走出了我觉得可能比老师走的还要好的最佳解。实战黑这个白棋先在这边刺一下接住，那时候我已经绝望了啦，我已经懒得看了，哦，但是过没多久，诶，白棋又整个逆转了。接下来这步白棋我认为走得非常棒，这个棋已经死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这棋死了就会把它打掉，就要这样走回去的，这样你就一定输，因为你没有废物利用，你没有资源回收。这个时候这几颗已经死了，我们要让它死的有价值，所以呢这时候白棋走在了这一步，这个点真的很精彩。我觉得这盘棋双方质量非常高，首先是易杰的这一靠，接下来是佳杰的这一点，这一步明显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怎么样？引针嘛。那黑棋当然怎么样？黑棋当然提掉。但白棋这一尖出来之后，整个局面又不一定了。有没有发现各位？因为黑棋这一块跟这一块被白棋切断，黑棋冲，白棋挡住，黑棋断，白棋断掉。我们可以看到连这个当初的刺都有发挥作用，原本没有这个刺的话黑棋就跑回去了，但是有了这个刺交换，
这个其实跑不回去的，所以非常非常的精彩。好，那实战黑棋尖回去，走得很正确，白棋跳准备这个打吃跟吃中间形成间隔，黑棋一靠啊，就是也命令是说白棋不准这样子，这样我会把你吃掉，所以接住白棋，黑棋打一个黏住。走到这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局面还是非常接近，应该是稍黑棋稍微好一点。黑棋这个时候只要干嘛？只要冷静的在这边乖乖弃子打一打，打掉之后啊，比如说胡一个，或者是你觉得这边连回去跟胡口见合也可以，我们就在那边踢一下之后把这个道胡走掉。我认为黑棋局面是相对有利一些的。但是就在此时，黑棋的一劫突然啊，他呢一个都不想死，所以呢怎么样，他选择接住。这个接住真的冲动了，马上惨遭围剿屠杀。有没有看到这个棋真的走得太过分，被白棋一飞就死了。然后黑棋为什么最后会输？黑棋最后只输八目半的，他这个地方不要这么损都赢。你看这个棋，黑棋如果就算弃子，比如说走成这样好了，好，再挡住这个地方，中间也增加一些地啊。但是实战呢，我们看一下，黑棋继续执迷不悟，就是要救，结果就导致怎么样，越死怎么样越多。你看越死越多，断掉被拐一个，哇，原本前面大好的局面都因为这个越死越多的关系呢，好，整个还回去的。然后最后还是唬到了，但是黑白棋打完之后，黑棋还是想跑，他又看错了，看错哪里呢？他看错，他可能以为可以断吧，但是这个棋断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再打再提掉，这整块棋是死的。走到这边，黑棋终于看清说，啊，我再也逃不掉了，才这个时候回头是岸，但怎么样？已经为时已晚啊！最后呢，这个佳杰就非常非常幸运的以八目半拿下胜利。不过总结而言呢，我觉得双方真的都为我们奉献非常精彩的一靠，以及这个巧妙的引证哦，那也让我更期待接下来第六局的擂台赛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